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我是小宅柠檬。这个地下宝库呢，跟温室乐土呢，除了特别适合给一些喜欢呢收集垃圾的拾荒老人呢，还有这个园艺高手之外呢，也很适合这个蛰居族，很适合给这个啃老族使用。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地下宝库的这个物件里面。那地下宝库的话有很多宝藏欸，新套件包要用买，嘿，对，我也是傻眼欸齁，新套件包要用买的，两个都是跟以前一样，没有，价格不是新的，价格就旧的，价格是 139, 旧的价格，新的享受，怎么骗我们说是免费的，我奇怪欸，我看了就是觉得怎么可能有那么佛系，是不是要赎罪，而且两个都没有超过 30MB。有没有超过25MB 都是一个问题。我刚刚看好像才23点几MB， 反正下载就是一秒就没，就说、哦、我很厉害，我很厉害哦，然后三秒就没有了。没有，我没有这种经验啦，我是描述。如果你们有这种经验的话，你们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买这个物件包是什么感觉。但是也不能这样说啊，那个三秒就没了，可是这个起码还有一些沙发啊，还有怀旧风电视啊，你看应该比较永流传吧，就是比较可以。那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不再多啦，因为它是套件包嘛，我总觉得套件包是看它的那个细致度。哎耶，你看这个好可爱，这是应该会有很多其他的，对啊，其他颜色而已哦、喔、我以为会有其他不同的动物，哎，就都是猫咪。但我有点在意的就是说它这个东西好像不能够用哦、喔、那它这个电视感觉不能用，哎、欸，这个电视感觉应该要可以看啊，但这个可以用，这个可以用，我是觉得个人还不错，在这边跳芭蕾舞很不错。但是芭蕾舞谁会跳？摩伊斯明好像也不会跳芭蕾舞。变成一个可以居住的空间吗？应该说是一个感觉比较像收破烂的空间。然后有一些老旧文物，比如像这个电话机，现在还有人在用电话吗？可能公司还会有用啦。可是感觉这样有点偷懒的，因为这样感觉只有磨损封闭贴，就只有这几种而已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而已，好像是可以制造一些杀人的痕迹。那这个的话是什么？移动好伙伴，这个也不能移动啊，就是个装饰品就对了。那这个是动森已经有的，然后摩伊斯明现在才有的这个唱片盒，而且唱片盒也不能放东西，也应该不可以堆起来嘛，也不能堆起来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动森的好歹可以叠个三层，无言的结局、哦、那也是弄一些污渍啊，他们是不是没有包了，就弄一些污渍，这以前就出过，还要再出一包，他干脆出一个污渍包，全部100种污渍，我还会买单。没有一个就是主题啊，就是什么主题都有可能，随便给你出，就是污渍的项目，就啊这边也有啦，那边也有啦，变成一个拼凑大会。这些搞不好一些 CC 有做过，不过还是我是比较喜欢官方的，因为官方的那个的好处就是说它的调色啊配色比较好看。这个床是可以睡还是不能睡啊？是浪漫的氛围吗？可是没有办法睡，对不对？我是觉得这个应该要有一些可以堆起来的功能、啊、不然其实你都堆不起来，你都只在一个平面，你这是一个 3D 游戏吧， 3D 游戏为什么只有平面的设想？这个应该是要很简单就可以做到的，不是让玩家在那边开什么秘技在这边堆啊，这个有很难吗？我总觉得他们可以再做一些更不同的东西，有这么困难吗？耐心好的话就叠多层一点，啊没耐心就叠少层一点，是不是都完了？就这样而已哦。哦，这个有点夸张哎，等一下我们到外面来谈，我们看一下那个园艺好不好？园艺有多少东西？
可能这样子就排完了哦。哦，这个还不是园艺的耶，我看看，我有点傻眼哎。这边这个东西放在上面好了。这个我意义不明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没了吗？原因就这样子没了哦。这个东西本来就不再多啦，因为它是套件包嘛。有一些门呐、啊，有门，两个门。好，这一区就是它的东西哦。139就买这139，你要买套件还是要吃汉堡？买两个套件包的话，等于我今天的一个午餐。好啦，那就是这样啦，有两个门，然后两个窗户，然后这样子。那我觉得有什么好套件的？这个有什么新意吗？没有特别吧，就这样子哦。我以为它是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以为它会有一些新的，就是跟温室有关的东西。啊，下台一鞠躬，拜拜。139就这样子结束了，他们就是这样了啊。买汉堡好像比较心情愉悦吗？不，其实不然。我虽然呢，如果这样评论它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买汉堡有买汉堡的愉悦，买套件包有买套件包的愉悦啊，这两个愉悦缺一不可。所以还是建议您购买，蛮香的。毕竟我都买了，你为什么不买？不喜欢的一点就是，它都是少到没有办法再做一些细项来分类了，每次都砸在这边，到底是帮玩家分一个类有那么难吗？纸箱是要有多少套件包做？这个是上次那个什么什么粉红泡泡什么什么套件包，粉红泡泡，我更不记得他名字，他已经多到套件包名字已经搞不清楚了，好不好？这个也是纸箱啊，然后这个也是纸箱啊。都需要多少这种包装啊？哦，非常难找东西啊。然后这个其实这个小物包跟这个什么现在这个什么地下宝库，我问你到底有什么特别？而且地下宝库你好歹做一个，比如说地板上有一个门有没有让我们打开，然后可以爬下去楼梯的那一种东西，有没有比较像地下宝库？就是脑子都在想一些什么，一个这么大的公司，这么多的人才集在一起的地方，不卖一个套件吧，好139 OK， 但是这个内容来说太惨弱了吧，真的无言以对耶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这比手游氪金的物件还要糟糕，是里面混了什么不好的东西进去，你很难在很难。我不知道欸，新玩家是什么感觉啊？我觉得好腻哦。我觉得如果说我在这边就是很自嗨，说哇好漂亮好可爱哦，是精神分裂症欸，是骗你们的。我怎么可能看这个东西看了要快要9年，然后还不算前面3代2代，然后还在跟你们说哇这个好棒哦。没有，我今天没有很怒，我今天过得很好，真的很开心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没生气，我真的跟你讲认真啊，就说我一定会买，我也一定会支持他们。可是我要说的是，这个实在是不符合一个玩家多年支持他们玩家对他的期待。不过我们如果一直在玩他，就很像保护着自己的垃圾的女朋友，你不要抢走我的垃圾，我们还要玩模拟市民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还是要玩这个潘金莲。潘金莲在哪里？喜欢我的影片就多看几遍，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哦。